忙一下，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台湾金曲奖大概破纪录了，他总共金曲奖年纪轻轻的总共入围六次，那他也创下一项纪录，就是总共共估六次，六次入围没有一次得奖，但是这表示呢，入围是靠实力，得奖是靠运气，只能证明他好是麻雀，好有点虽小哈，那因为没有获得在评审最后一关的青睐，但是他是获得的是什么？广大观众的青睐。他自从我们这个从明日之星的节目当中得到了百万的观主的殊荣之后呢，到现在出了八张专辑，入围六次。 Ladies and Gentlemen， 看到我们现场很多他的粉丝集结在现场，犹如我们凯达格兰大道的抗议现场一般，来我们粉丝尖叫，好好，那大家就知道，看到凯就知道，我们要欢迎这位是我们金曲连六度入围的歌王，一起欢迎我们的许富凯哟！谢谢，大家好，大家晚安。带来一连串的国语经典歌曲，第一首叫《石道》，会唱的跟我唱。你到我身边，我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了他，哦，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哦，带着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心中有个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哦，对你说声抱歉。尖叫声是上帝让我这样过，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左巧相遇在一起，相聚这一刻。来啊，我看你，你看我，相对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遗忘了我。谢谢希望你们跟我唱这一首《好好爱我》，谢谢。来啊！我的一份热情，我的一片心，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地待我。不求你的入围，不求你的融化，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稳，我就能满足我心扉。让我听到你们的心，来，好好爱我。
起，这份情感可知不易老，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好好爱我，互相勉励。我一颗心的痴不移，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最后一次一起唱吧，好好爱我，不想念你，幸福人生藏在爱情里。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热情的掌声，谢谢台下这一位戴着墨镜的阿姨跟我一起唱跳，谢谢我们给这个阿姨热情的掌声一下好不好？穿得非常的漂亮。阿姨，我在这边看我一下哦，好美，对对对，谢谢你，谢谢，还有谢谢我们来自各地的朋友们，还有我的粉丝，谢谢你们，谢谢。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在这边跟大家相会，希望今天带来歌曲你们都会喜欢。接着呢，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而且我们原唱者呢，待会就会出现了，在他的面前要唱这一首歌，我会有点。胃食道逆流，有点紧张。对，带来这一首《夜空》送给你们，谢谢。想他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烦恼多重，还不是有始无终，来匆匆，没想到去也匆匆，昨夜梦却见你含情笑容，希望过夜下落有连在爱的歌是必修，那是对你痴情的梦，为我一刚在温暖火中丢失了，我已在温暖天中，
是多情之后的心谢谢你们，我也爱你们，谢谢。你哪无去买只板凳，买无着吼，下次要早一点哦，好不好？谢谢你们。然后呢，接下来呢，一样要带来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歌呢，是一首闽南语歌。那我在比赛的时候呢，有唱到这一首歌，原唱呢是我们费玉清大哥的歌曲。对，接着呢。这一首歌是他少数台语作品里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今夜搁再想你》，送给大家，谢谢。没关系，这边在忙，我们这边叫好不好？来，一二三，嘿，谢谢。你各位朋友们，可以放下你们的筷子，给我一点掌声吗？对，希望后面可以比照办理。对，你们觉得被夹掉啊？赶快低坑来啊！赶快拍手。对，后面的那个前辈们也会很开心。好，让我们再试一次哦。来，筷子先放下。来，一二三。可以了，就是这样子。啊，你们不用拿筷子，你们就是一直拍。谢谢。我知道，我感谢。
你从台南坐高铁来，真的啊？谢谢，我们献给他一块那个金马好不好？金马，昂金啊！我刚好看到昂金，是不是？有，青做青草的，大家吃好饱，啊，希望你嘛听好饱，好不？啊哈？什么？哦，因讲恁家顾家，啊遐顾看，对，哇，来好来，接着呢，带来一首比较轻快的歌，这一首歌呢也是我自己的歌曲，今天呢风微微的吹，非常的舒服，那吹久了会有点冷，所以一定要盖几件米酒腿送给你们，谢谢。谢谢哇哦，我们舞台上的